Cinderella，你妈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，现在我要去一个新太太，她可以照顾你。爸爸，没问题，你需要一个新太太。等一下，我介绍你的新妈妈给你。Cinderella，这是你的新妈妈，大乔咪咪，咪咪。这是辛德雷拉，她是我最爱的女儿，我们来聊聊一下嘛。小公主你好。妈妈你好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照顾我和爸爸。他们是我们的两个女儿，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姐姐。你好，大姐姐 Annie。你好，我是小姐姐 Angel。 姐姐你们好。 Cinderella， 现在妈妈和姐姐是我们的家人，要跟我们一起住了，以后我们要很关心我们的家人。好的，我要出去工作了，一个月以后我会回来，大家好好的在家里等我回来。爸爸再见。我会想你的，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。好，我们等你回来哦。老板娘，这先生已经过世了，现在你是家里最大的人了。知道了。今天对了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赶快煮一点东西给我吃啊。好，我马上煮给你吃饭就好了。姐姐们来吃饭啊。今天对了，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啊。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爸爸现在不在了，所以你是现在我们的工人了。今天对了，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剩菜给你吃了。爸爸，我好想你哦，我好可怜哦。妈妈，王子有办舞会啊，我们可以去吗？好啊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可是不要跟辛德里拉说啊。大家要装最美的衣服去啊。妈妈和姐姐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要知道，你乖乖在家就好了。辛德瑞拉，你帮我们找衣服。好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王子的舞会。好想去。你不可以去，在家里就好了。好想去，可是我没有漂亮的衣服和鞋子。我来了，辛德瑞拉，不要哭，我来帮你了。辛德瑞拉，不要担心，你的南瓜未变是老鼠未变吗？未变是鸡，你可以做南瓜马吃吃。三甲五味，可是我还是没有衣服。我马上用魔法变漂亮的衣服给你。好漂亮哦，谢谢你。你要12天一天回来，因为魔法回不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哇，这个战袍好漂亮哦。可以进你跳舞吗？可以呀。快12点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要走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可是我跟你跳舞很开心。我也很开心，可是12点以前要回家。不要！哎呀，我的鞋子掉了。你的鞋子？我来不及了，再见，再见。
我一定有找到你，是为你帮我找这个鞋子是谁的。好，请放心，我马上去。老师，你转一下这个鞋子，太小了。那现在我要去妮妮家了。欢迎你，我的两个女儿一定能穿的。请卡尼尔先穿。哎呀，我穿起来太小了。你来穿穿看。总部女生都穿过了，都找不到。哦，好好听哦！你们还有一个女儿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女儿，可是她很脏又很丑。真的啦，你赶快下来呀、啊！好，我马上来。一定不是她，她一定转不下去。辛德瑞拉，你试试看。哇，你能转，刚刚好。这是你，这是你。怎么可能？辛德瑞拉，现在我要带你回去寻找。我漂亮的新娘来了。现在我和你在一起疯狂了。